Good morning， 欢迎收看千涵的晨间客新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智慧城市展十大受惠股出列。第十届智慧城市展将于28日登场。今年主办方以数位及绿色转型为双核心，扩大与智慧能源、智慧交通、智慧建筑等领域的创新应用，激励近来智慧城市概念股强势表态，受到市场瞩目。过去因为疫情影响，智慧城市展以线上展出，今年起全面开放，吸引来自42个国家地区、115个城市外宾到访，市政访问团人数超过364人，还有来自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巴西等66团约1000多人的工商访问团，今年海外贵宾人数将超过1500人，比疫情前2019年的人数成长 35%。 法人指出，近年来台湾科技大厂纷纷抢进智慧城市商机，同时跨足智慧医疗、智慧教育、智慧交通等应用，其中人保、英业达、伟创、安晴、群电、中保科、新保、东元、中华电、康舒等是受到市场瞩目的十大智慧城市概念股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。以上资讯仅供参考，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咯， Goodbye。